继续吹。不忍远离。三个人基本上帮帮了。心里亦有泪，风起的雨流泪，望着地。这是太上老君的仙丹，这是一般吃不着的搿只味道。拨伊辣海演的过程当中吃着了搿口味道以后呢，挨下来肯定是老寂寞老寂寞的。阿拉如何看待张国荣的突然离世？我讲搿句闲话可能有眼勿大合适，但是我觉着就是伊把楼上搿能一下来，我觉着伊蹲辣我心中圆满了。今朝一道来聊聊阿拉心目当中的张国荣。用上海话闲话上海滩。大家好，我是高博文。今朝呢，阿拉来看一看微信平台上有点啥个观众留言呢？主持人侬好，电影是阿里两个字？那个两个字有得啥说法伐？有句老古闲话叫“人人要脸，事事要皮”。电影呢，也就是人的面皮。那么，但是为啥讲电影不讲别个影呢？啊，其实这个台词啦，老有意思。阿拉艺人演员啊，唱戏叫登台。高师先生呢是上讲台，和尚是登四十台，演讲的人嘛叫演讲台，那么还有这个商人叫柜台、聚台了。那么艺人登台呢，是为了要让观众啊看客注目，不得不侬自家的地位要提高，为了让现场观众呢才能看见。主观的上台也有提高自家地位的意思，但是啊，不管侬登的是啥个台，背后头总归有句老话，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讲的呢，就是一次成功的登台背后头，在台下要做老长辰光的准备。香港的张国荣先生，他今年20岁，张国荣出道是在1977年，伊参加了亚洲民乐歌唱比赛，获得了香港地区亚军。但当时呢，我穿着打扮。后来啊，伊拍过电影，还出过唱片，但是始终没太大的影响力。直到伊为电影《烈火青春》演唱的主题曲《风继续吹》，终于有人发现自己到了大了。在当时的年轻人当中呢，引起了不小的骚动。风继续吹。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地。很多人对张国荣的记忆是从别的辰光。快乐记忆，何妨与你？用上海话，我上海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刚刚做出来的《我上海滩》节目，这两位啊，马上就到四月份了。我总归一到四月份呢，我总归要想起一个人。这个人呢，我也想了伊十年了，今年是。第十一年，一个杰出的艺人，伊把他留下了很多好的作品，很多这个阿拉讲起来美好的时光。老早是小辰光呢，四月一号只代表愚人节，对个。现在呢，觉着这个味道呢没了，就是大家也没啥人开这个玩笑了，也没啥心想。但是每年到这个辰光呢，就是大家拿这个自家的 CD 啊，老早子的老的 CD 啊拿出来听。我有两个朋友听我讲，就是。不是登了这个网浪上去寻这个张国荣的过来听，而是拿老早子的 CD， 甚至于有人屋里向有卡带机啊，拿老早子的卡带，拿出来把里面的放。这个通常这个事体是4月1号夜到登关了暗点，那么把两只歌，是的，摆进去听。我不是一个老容易动眼泪水的人，就看看电影啥，看看电视剧，眼泪水下来了。就一天之隔气氛，就是我也不晓得为啥。就是也是眼泪湿下来了，所以我还没讲啥人了。其实阿拉叶楠老师已经是话匣子已经打开了。我觉着我是小辰光啊开始听广东歌，大概是80年代中国中期吧，开始听广东歌。我记得我小辰光好像个歌星啊，当然歌星是蛮多的，但是香港歌星属于天王巨星的，也就两个人，一个是。张国荣一个是谭咏麟，谭咏麟。实际上，搿辰光好像辣海上海哦，是谭咏麟的影响更加大。事实上勿仅仅是上海。为了讲香港两家头是就是搿个竞争老激烈。是竞争老激烈，但是事实浪向就是谭咏麟要比张国荣要再高一眼眼。对个。那受众也好，一个歌的量也好，印象是好，从高一点点，高一点点。这个两个人呢又完全不一样了。小辰光就是讲老早子啊，我记得我是到初中的辰光，就是
碰着啥人有，比如讲同学啊，同学个同学了啥，碰着头有，一定要问搿句闲话。是个。哦。哎，侬欢喜张国荣还是戴耀林？哎，好像就是讲这个层两个层系老清爽。哎，侬是张国荣还是戴耀林？哎，张国荣就张国荣，戴耀林戴耀林就戴耀林。好像侬同事欢喜侬就勿忠诚，好像不是忠表。同事欢喜好像就讲侬把两方侪撇开了。哎，侪撇开了。哎，就讲人家侪勿打侬不响了。是个是个是。哎，根本侬一定要选边站个。根本侬欢喜戴耀林还是张国荣？我当时是选个戴耀林。我也选戴耀林。哎，对。当时为啥选戴耀林呢？其实现在阿拉回过头来讲，张国荣和戴耀林两个人不搭嘎，搿两个人太不像了。嗯。我这次没一眼眼像个地方。嗯嗯。我觉着从形象浪向来讲呢，这个张国荣要漂亮多了。不是略胜一筹了，搿是要胜出比较多。要胜出蛮多的，但是呢，因为伊年纪要比戴耀林要小。小一点点。哎，小。葛末出道辰光搿侪勿大一样。嗯。葛末伊获得个搿市场份额或者是搿能样子侪勿大一样。我觉着伊的歌数量可能比戴耀林少一点点。嗯。但是伊每一首歌，侪可以讲成经典。对。而且风格侪截然勿同。嗯。所以现在侬像卡拉 OK， 阿拉去唱卡拉 OK 啊，比方讲阿拉搿个一批年龄差勿多人唱卡拉 OK。啊，唱张国荣歌也蛮多的。那我去看个排行榜，对不啦？哎，张国荣歌基本上排行榜上有只歌是一直有的，《风继续吹》啊，《风继续吹》，《风继续吹》哎，《风继续吹》。我一听这个前奏出来，对吧？人就会得好像就进入到这个状态当中去。嗯，对。哎呦，讲到唱卡拉 OK， 我因为不是张国荣的超级粉丝，我朋友当中有的超级粉丝，小姑娘，伊不能自家唱。张国荣的歌，伊就去挑人家，侬唱呀，侬唱呀。啊，后来呢，我是了海卡拉 OK 里向看到张国荣的搿个告别演唱会的，结果我们因为新鲜头了，搿只歌我也蛮欢喜的，葛末就眼巴巴的了海看，了海听，伊就跟我讲，要脱衣裳了，脱衣裳了。啊，就是张国荣的最后下去的辰光，只身钢剑下去，是蛮好看的，伊个脱衣裳都脱了，老好看的，就是讲。另外一方面就是状态，就是因为张国荣当辰光状态实在太好了。你能封门的时候就你就觉得可八个不够一个最深其实了像你的这个你的生涯啊你在讲你的生涯一讲你的生涯呢觉得老稀散了好像官方正规你的生涯其实了像讲你的生涯来讲一直有的两段嗯一段是一这个出道啊，是吧？是哎，那么是青春片。莫妮卡，可么子啊？我今光彩夺目，这个是一个个噔噔洋洋的小伙子，老阳光一个小伙子。哎，马相老好，那么拍电影，因为香港的港剧这个么子就是，唱了好嘛要去拍电影，拍了电影拍了好嘛要来唱。我觉着个《英雄本色》是伊作为偶像出来的最重要一部作品，虽然伊之前哦。鼓手也、啊、是青春片的。鼓手是阿拉电影院正式放的。哎，是的，我去看过六遍，看过六遍。啊，那欢喜呀！啊，搿辰光就是讲有些女小人也欢喜的。哎，我当时还有陪伊拉去看个成分，陪伊拉去看成分。一面看搿个偶像，一面搿个追求了啥？有个，一是两边打。据说讲搿辰光，因为看鼓手，大家侪要去学鼓。我。哦，真的挺好啦。哎，鼓而且搿辰光一个鼓蛮贵的，一个鼓搿辰光屋里向房子不像现在介大了，动动靠邻居，侪不能要吵着。哎呀，阿里那。这个呢，可是男小人的这种欢喜。我转鼓棒转了蛮好。哦，今朝蛮好打根鼓棒。哎，其实一个人因为啥道理呢？鼓没好玩了。哎，鼓没好玩。嗯，因为啥呢？侬去学敲鼓，首先先去买两根鼓棒。哦，嗯，搿倒是。那么橡皮膏搭起来，因为怕敲着敲坏脱。那么橡皮膏搭起来，搿么蹲辣屋里向做啥呢？个西厂呢，叫侬拿着这个矮凳，拿着一个皮个矮凳，圆个矮凳，蹲在这个高头烤。搿侬蹲了搿高头打不出四条来的，就是蹲了搿鼓浪向四条就是咚咚咚咚，一根毛咚咚咚咚弹个。搿么最后侬啥个四条？哎，最后侬打成功就是，就搿能介并搿就搿种并列了。搿么蹲了搿高头打不出，打不出搿么白相啥呢？搿么就看这个鼓手啊，看这个鼓手，看这个鼓手么？老好巧的东西，就好这个么子啊！必须个一个统计啊，看个这材料，伊演过六十一部电影，一生当中，《霸王别姬》应该是无可非议的最重要、最重要，而且最杰、最出彩、最杰出的一部，真正的是最杰出的一部。我阿拉还是单位里组织去看的，看完了我觉着大吃一惊嘞，因为不得了，也算出的电影，不得了，哪能好各种个里向的观念，而且个人物性格个。这个榜上是老结棍的，所以1993年到上海来，这个组织大光明电影院首映式，阿拉都搿段片子辣海，当时辰光已经是非常那个粉丝交交关关啊。就是讲隔台他。哈，恭喜恭喜，阿拉来看段短片了，当时93年首映式辰光。好。
1993年，电影《霸王别姬》辣辣上海大光明电影院首映，迭个也是张国荣第一次到上海。没想到啊，上海歌迷的热情远远的超出了伊的想象。南京路啦，搿搭了瘫痪了，张国荣西装上的牛子也被粉丝呢割脱了。张国荣一生拍了61部电影，《霸王别姬》可以讲是最成功。是不要再提，人生一朵风雨，纵然寂寞无趣，爱与恨都还在心里。你的说着超出了导演盛开过想象，真的要断了过去。张国荣成就了霸王别姬，霸王别姬啊最终影响和改变了张国荣。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开始导演当时啊，讲就讲张国荣演这个角色了，完全超过了伊所估计的想象。而且这个伊在那讲开头啊，帮伊准备好替身嘛，因为伊京戏肯定是从来没接触过了，交关身段啊或者哪能啊，他准备好替身，伊才不要，我要自家来。我自家来。自家当然有本事啊，一般人侬两个眼睛不一好，一好不会。但伊是彻底进入这个状态，而且是搿能个桩事体。为啥呢？因为老早子阿拉看交关。包括啥个《胭脂扣》啊，包括这个《倩女幽魂》啊，《阿飞正传》。我觉着啊，就是讲，阿拉就讲搿三只电影，好吧？《胭脂扣》，我觉着梅艳芳比伊好。搿当然，搿就是梅艳芳光头好像有点改观了。有眼伊没脱了，有眼伊没脱了。《倩女幽魂》呢，王祖贤，王祖贤漂亮太多了，就搿美啊，就侬看搿只物事，因为搿主要是故事性的物事，对伐？搿么搿剧老哪能老哪能，搿么再加搿只搿个就是《阿飞正传》。《阿飞正传》呢，我觉着张曼玉好，我一直觉着，比方讲像《Daniel Day Lewis》呢，《我的左脚》。搿只电影得奖，我觉着呢，伊一个特殊人物，比方讲侬伊一个残疾人。一个瞎子，就讲伊比较特殊嘛，对，所以要演好伊个难度，要比伊一个正常人的个难度要低一点。对个，要低，特性比较强，侬加眼，侬好加么子进去，侬一个普通人侬无法去加么子。咁么搿几只里向，到了这个《霸王别姬》个辰光，搿难了，难了啥地方呢？难了是这个人特殊吧，很特殊。但侬啊，搿人正常嘛，很正常，伊就是个演员啊。对个。我有得一个朋友讲过，伊讲张国荣个勿同个地方就是，伊是一个最适合做演员个人。伊就讲有种人对伐？伊镜头前头蛮好看个，乃末生活当中也蛮好看个。生活特质。高博文。还有刘老师，要少了。这个是真心闲话。搿个反差勿是老大。伊就讲张国荣，侬一定要讲伊漂亮伐？勿记得了，侬讲比伊漂亮的男演员交交关关。多了。但是伊一旦到了舞台浪向，就是伊搿只艺术形象啊，没人好替代。没人好替代。用伊自家来讲，就讲伊拍搿段辰光个状态了。我再叫伊后头再拍了，伊讲我做戏也达不到搿状态，就是到极致了。到极致了。我想讲，从我一直想讲的事体，就是有一段细节啊，那看了老细。搿只电影我看过无数遍了，文革时期了。那个，葛末一个学生子，就吸得来那个小人，一个起来了。葛末伊老厚的。造反了，伊老厚的。搿行头侪挂了外头辣浪嘛，伊变了根自来火就点脱了。对，有搿样。有那么段戏伐？伊就是讲走到院子里看看，两面没人，把变根自来火就点脱了。哎呦，我看搿一段个辰光，我个心哦就揪起来了。啥揪起来？伊里向勿是这个伊个师兄讲，伊就是一个戏疯子。戏疯子。伊戏疯子，一个对戏是搿能介个人，要拿自家个行头。一个轻易啊，要拿自家个行头烧脱。但是呢，伊等了戏里向表演出来个么子呢，又是老淡。就是讲没啥，烧脱嘛，就烧呀，就点脱伊。搿段么子我看得来哪能？就是我觉着艺术是有精确度个。就有辰光就是侬就讲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对吧？搿个就是文里向到底哪能是第一？只有好话没对错。我觉得好，这个文里向、艺术里向是有对错的，就了了最精确的地方出来个么子，人家有人出来了啊，侬就觉得哦，我晓得了，此里叫对，一能噶才是好，但是好里向还有对，
有只核心的，有只最核心的么子，就伊一个演员一辈子啊，我觉着曾经搿能一刹那达到过搿只点，迭个人蹲辣我心中就是一个无比无比了不起的演员。实际上，像搿个是啥？我觉着搿只戏，据说讲张国荣本人也老欢喜的。啊，本人伊是已经彻底投入到迭个状态，就讲伊搿个呢，我是觉着搿个是当辰光可能讲陈凯歌搿句闲话呢，是意味着陈凯歌拨了伊老大只发挥个余地。而一个演员一辈子就辣海等搿只，就是我通过演戏发现一片天地。搿桩事体拨张国荣做实了。对。但是搿桩事体做实个好处呢，是伊极其幸福。就是阿拉外头人看到个痛苦啊，伊本人侪是幸福，因为搿个味道是。搿个是太上老君的心态啊，搿是一般吃勿着个搿只味道，拨伊辣海演个过程当中吃着了搿口味道以后呢，挨下来肯定是老寂寞的，因为侬没唻，侬再拨我一只搿能个戏啊，因为我只晓得通过演戏我才好到搿搭，搿挨下来下头只戏辣啥地方？所以讲伊搿个最后演好之后，大家要结束了嘛，搿节奏结束了。讲伊这个最后天了啦，这个庆功宴浪向，吃了交关白酒，因为是不吃白酒的，吃交关白酒，最后呢是啊，当时吐了老结棍的。那么大家当时安慰伊啦，伊是进入到个状态去了，讲这个好像老搿能一个工作经历结束了。那么大家讲下趟还有机会了，大家也好伊讲我下趟就不一定能够达到这个状态了。嗯，霸王别姬呢，让伊发现了自家。我就讲嘛，搿太上老君的心态被伊吃着一口呀。外加搿只，我补充一句啊，搿只戏。甚至于可以讲的就是伊，伊也是搿能一个人，伊一个陈蝶衣啦，伊也是个戏痴，戏疯子，哎，也是迭能一个人。进入到伊个状态当中，我觉着伊是就是脱脱了所有个束缚，脱脱了所有个拘束，我自家个艺术观来讲艺术了，搿就是伊。阿拉来看点 VCR， 看点对配啊。其实喺呢度，我想讲嘅就系话我。整个主题就是说人最重要的就是你懂得怎样去爱人之外最重要的是你懂得去欣赏你自己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张国荣离开的已经十一年了，但是张国荣至今陪着了很多人的心。2010年，香港电台曾经举办了一个香港人最爱香港的联欢晚会，在第一名票数的位置上是搿么一句：因为有张国荣。谁下眼睛熄了灯，回望这一段人生。望见当天今天即使多转变你都也一意跟我共但是阿拉不得不得一个非常美的梦一个思想就是蔡生的一个蔡生我到后提到后就开始对一个艺术观这个社会上很多观念可能有冲突了我说一看有种么子实在我是不开什么个不开始二个么子那也得打印几刀加红是呀所以对于一个心灵高的个冲撞是老结棍的是的我觉得这个阿拉现在讲啊伊最后因为伊是自杀的伊自杀的那么自杀个好像搞音乐就一定是捆绑了一道事实上像我觉得是搿能介就是阿拉所有人的分析啊我有一种想法我总觉得不一定绝对的哦一个辰光一直讨论张国荣为啥要自杀了还是生毛病还是啥我讲有些辰光是搿能介搿个人伊是哪能介样子的搿桩事体侬不能去理解，就像阿拉不能理解 Michael Jackson。对对对，阿拉不能从阿拉的角度去简单的把条条框框一两三四，因为个对，没到走到一个良心思。根本演员个人我看到过。演员个人是蛮多了，蛮多的，就青年演员啊，从个阿拉看不着个。青年演员个人有个共同特点，伊不欢喜侬提到伊。哦，而张国荣是啥？张国荣是贪了人家。所有人面前的搿能一个人，
要是讲伊也有闲话，伊其实是无比痛苦的。嗯，一个是第一，第二是啥么子？就是我觉着更加了不起了。就已经，事实上，我讲搿句闲话可能有眼眼不大合适，但是我觉着就是伊把楼上搿能一下来，我觉着伊蹲辣我心中圆满了。哎，所以伊自家有句闲话，伊是一生追求个完美个人，伊要去讲搿老细节，比方困觉个姿势，还要追求完美个。但是伊晓得搿能样子老痛苦个，但是伊讲。我已经走上一条不归路了、我已经没办法改变自噶了。是啊，所以说伊是恐高症，伊一跃而下的。对。但是我对搿个有只理解，嗯，就是讲搿是伊幸福的地方。嗯。伊大家讲的追求完美呢，好像是讲完美辣海老远的地方。嗯。我呢走上了搿条路，嗯，我搿只目标老远，我还有老长的路要走，搿个只过程还是老痛苦，搿是一般人理解的追求的过程。我认为张国荣的搿只追求完美呢，是伊。看到了，伊比人家更加近的碰着过了，就是讲我晓得的，我晓得世界浪向真实存在一种美好，嗯，跟我为啥要蹲了搿只不美好的地方啦？哦，就那个敌人没看到过，葛末那好停下来的讲，大概没个，介远的快看不到的，葛末阿拉先忙眼别的吧，阿拉可能会得当中就。散开来了心思，伊就一门心思去追求伊了了追求，因为伊看见了呀，我看也看到了，噶好的么子明明是有的，我为啥不去啊？我为啥要等了半途浪向等那搿点乱七八糟的事体纠缠了一道？伊勿要。所以我觉着搿是支持伊等了一月的情况下头，仍旧保持一种做自家的态度。嗯，有些人了追求的么子啥呢？就是搿一辈子里向我晓得了眼啥么子？嗯。那我经历过了眼什么？我再我晓得了眼什么？我总结出来眼什么？嗯，更加结棍的人呢，就是像张国荣搿种家艺术家呢，伊辣辣追求就是我一辈子我碰过一记，嗯，就像啥物事一样，就像搿攀岩啊，攀岩就是大家一直要去做攀岩搿桩事体，可是好白相辣啥地方呢？我还去攀过一趟，哦，我攀的辰光我就晓得了，嗯，因为侬一攀。爬上去了，一扎扎落个支点，一看头上像只铃。哦，刚刚跟人上去辰光，砰砰过去响了，你落下来了。嗯，我就想让搿只铃响一记。响一记。嗯。而张国荣来讲，伊已经让搿只铃响过一记了。嗯。伊想做的事体就勿是了，而是伊是想爬上去，有一天好捏牢搿只铃。而且不管伊搿只结局是哪能介样子，我觉着伊属于老有福气的人，因为有的无数无数迷伊的人，勿要晓得的，伊艺术追求懂勿懂勿搭界，勿要紧的，就是觉着伊哈林就够了。搿两个字在搿个情在搿个两字当中。是呀，大家就想想伊，听听伊的歌，看看伊的电影，觉着伊还好，就是搿能桩事体。是呀，是呀。所以阿拉今朝蹲辣一道，就怀念了张国荣，回忆了搿能一段非常美好时代，也谢谢哥哥帮阿拉创造了介许多阿拉一直辣辣可以勿断欣赏的搿些好的作品啊。好，今朝闲话上海滩呢就到这结束了，谢谢两位嘉宾的参与啊，带大家。这位，谢谢这位。李宗盛写个写给女人的歌，就老多人觉得比女人还要女人。还有多少小文，就有多少商人。社会高头有种人是不好关系啊，叫啥？叫才子。哦。